可以。啊，江老师哦，在这间教会呢，我从国小三年级，有没有国小三年级的？有没有国小三年级的？哦，三个。江老师从国小三年级的时候呢，我就已经在三一教会长大了哦。所以呢，我从主耶稣那边，我有得到一个超能力哦。大家想不想学？想不想知道？好，现在我征求一位小朋友，我征求一位小朋友举手，举手。好，来，我们的冠如，好，来，我们请冠如来到前面，大家注意看哦，大家注意看哦，因为等一下呢还会有第二个小朋友出来。冠如现在这边有四张什么？牌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现在呢？哈，这四张牌。你想一个号码，你想一个数字哦，我等一下可以这样子就知道它小的数字是什么。哇，对，这么厉害。哇，你有你的数字，有你的只能想一个哦，哦，你不要全部都想完，这样子我可能猜不到哦，只能想一个数字，有你的数字的，那好，就把它拿走，有你的数字的。就这一张吗？这边有没有？有，就这一张吗？还有没有？有，你只能选一个数字哦。一个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。我先讲好了，假设说你选九，你就只能从牌里面有九的，你把它拿走。但是你要告诉我你选几吗？你懂意思吗？好，所以这边有没有你的牌？有没有你的数字？没有你的数字，确定的要不要再看清楚？确定了哈，这时候要考你的数字哦，所以我现在要开始知道你的数字是哪一个数字哦。哇，我开始有超能力哦。哇，我现在讲你那个数字哦，那你面对他们，你面对他们，他心里面，冠如心里面想的那个数字是十，对不对？
去用超能力来看罗红他们想的那个数字是什么。罗红想的那个数字是六，对不对？对，没错，没错，哇！